那你告诉我什么样奢侈品？我在香港前两天刚从专卖店买回来，你凭什么说这不是奢侈品呢？你能告诉你很懂看什么吗？不，我麻烦您再仔细的看一下行吗？这我花了很多钱买回来的，好吗？对呀，香港专卖店卖的呀。你很懂品牌吗？你都懂是吗？这干嘛？你凭什么说你很懂品牌？啊！哇塞！你给我看看这是真的假的？你告诉我这是不是牌子？是不是大牌子？是啊。西北这边没问题啊。你确定没问题了是吗？算你识货。